核再食品到底能否开放？不少民间团体开始出现反对声浪，直批公听会办得仓促，现场像是在闹场，政府管理的措施也令人难以放心。100贝克叫不合格，那99贝克就安全吗？我们主食吃很多的，其实尽量不要开放。菇类、香菇它吸附力比较高，这次也没有在那个高风险的品项里面。更有人拿着我国管理核灾食品的方式和美国相比。10月7号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更新的辐射食品管制清单中，标明以下食物基于辐射污染顾虑，边境无需检验就可查扣，主要是针对日本国内禁止流通的14线产品进行管制。除了我国目前禁止输入的福岛等5个县市的产品，其他像是青森县、岩手县、宫城、长野、崎玉县等都还是有像是菇类、肉类的管制，主要是在说明美国的管理方式是日本禁止流通的就禁止进口，所以如果日本有变更项目，那么美国就会重新公布。卫福部回应，美国并没有加强管制辐射食品，却没说台湾除了福岛5县，其他东西附上辐射检验报告就可放行。辐射物质含量到底多或少算是对人体无害，恐怕还需要审慎评估才是。记者陈淑曼、蒋玉琪台北报道。